没关系，我会告诉你哪一段，然后你要唱一下，你唱一下。我们今天唱的真的是这样，你不要那个，你唱上面轻轻，一定要轻轻，顺着，好不好？顺着，因为你的要把这特色留出来，人家一听哦，我在这现场的啊，来。平的时候它一定有一定有它这首歌它一定有两段，你在第一段跟第二段你一定要有 balance， 你知道 balance 就是平的稍微加一点， OK 很好，一般都是平的。